你吃美国牛噎死的吗？没有。这个夏天想要改变，想要一个不一样的体验。大神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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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成功的人，过去一定很丰盛，未来不论做什么事情，爱台湾，我把这茶发扬光大，一定不能让自己后悔。就是他告诉人家说，做人要脚踏实，不能让自己后悔。Yeah.